一个暑假的夏日 ，TFBOYS 如何运用这个暑假的梦想基地，在他每一个人呢，有设定自己的一个梦想角色。实现梦想要有规划的，按照规划的时间去进行，这样子才能把你的梦想越来越靠近。来，今天拍了有什么好照片啊？觉得哪一张照片是觉得今天拍起来最有感觉？那当然是这种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拍了这种，所以只有这种。探望一下他们化妆间吧。那个志军哥说让他买点饮料水，那有什么特别想喝的吗？这个镜头可真够长的，堪比一镜到底。要拍摄 motion control 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的一些工作啊，那表演老师要帮 TFBOYS 饰演他们的走位，练习当中就是我们甚至要测试他们每一组走的位置是否是恰当的，那有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失误，我们要预先先做一个预判和一个预防，来确保说我们在一天时间可以拍掉我们所有需要的这些镜头。因为你这里有人，因为你这两边都有人，但是你实拍的时候没有人，你知道吗？实拍的时候没有人，只有手机。看我。Yeah.